那你用可爱的方式对镜头讲一次巴盖亚吧。巴盖亚吗？好甜，好甜哦！那梦多也来一次好了。巴盖亚喽！你不要这样。我真的是很推荐，就是女生吃的。怎么了？什么要泼出来？要泼出来？介绍的是，其实在台湾好多日本人在这边开店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的是梦塔锅鸭鸡，是梦多，然后就要去访问他。我章鱼烧，但是他不是宫崎县的人吗？对不对？九州的男生嘛。那你知道塔锅鸭鸡是哪里的美食吗？大阪。对，我很好奇为什么他要开这个塔锅鸭鸡的餐厅。骗台湾人不懂是吗？怎么可能？问他。你看我已经看到他了，问一下。你是那个九州男生嘛？哎，对对对。但是塔锅鸭鸡是那个大阪的美食，那为什么你想要开那个大阪的美食呢？这个故事很惨。好，很长。因为呢，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，在那个逢甲夜市那，然后呢，逢甲夜市那边看到就是大排长龙，一家就是很厉害的塔锅鸭鸡。对，哇，然后他说哇，应该很好吃吧。台湾塔锅鸭鸡大排长龙很厉害，我吃一口，呸！没有，差一点不一样，没有，其实东西会很不一样。哪来的在你上美奶汁是甜的？哦，美奶汁，对啊，超甜。因为日本跟台湾的美奶汁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日本的美奶汁是比较偏酸的，对。台湾的是它的颜色有一点点透明的感觉，然后偏甜，味道跟口感跟。视觉上就是不一样的。我在台湾这么多年，也一直很渴望想要吃到很日本道地的那种口感的章鱼烧。所以其实你开这个餐厅，我觉得超级超级开心。其实一开始很辛苦，因为我觉得我在碰见一次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，哎，老板，你的章鱼烧没有熟。然后就是他没有熟，就是哦，因为太软，太软。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方式，对。日本的章鱼烧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外皮没那么厚了，就是脆一点点，但是里面是软的。然后主要的是我们的面皮有味道，对，入口即化。对。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，就是很日本的塔锅鸭鸡，就是不一样的东西。你也不要害怕说它的是不是没有熟，它就是这样子，真的很好吃。就是有一点口感是。乌泥的感觉，没错，乌泥是不是吃下去之后，就是舌头上面就入口即化吗？就是噗就融掉，道地的塔锅鸭鸡就是有一点点类似那种口感。我们的这里是用的很大块，哦，这个超大，这个看起来超像马奇的。哎，我们的这里是就是在台北目前就是拿得到最好的生意。那爱商想学一下吗？我可以选吗？可以吗？我没有做过哎。其实还好，先教你转。什么？我刚刚练是很久好吗？好朋友，好朋友，不错啊。真的假的？坏了吧？对啊，那都过我了。没有，这个应该是比较难啊。你不懂啦。你们不懂啊。我们的是通常是3.5公克，但是是4.9，比较大颗，因为我喜欢大。谢谢，可以剪哦，谢谢。我会帮你剪哦，我们节目很真实的。爱上骂脏话，我就直接播了。我哪有骂脏话，乱讲。都八嘎呀！八嘎呀，我哪会是脏话？但八嘎很可爱啊。那你用可爱的方式对镜头讲一次八嘎呀吧。八嘎呀！好甜，好甜。那梦多也来一次好了。大家要弄，你不要这样。
对对，有点醋，青椒，椰味，对。然后这是那曼扎鸡 ，OK， 赶快吃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，拜拜，拜拜。也是用到每天早上去市场拿到最好的葱。那像你的反应比原味的好吃哎，就原味的。我一个人比较喜欢吃这个。哦，这个好好吃哦。在台湾烹制的糖味很少，都可以外带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可以帮我做两份。好，最近比较推荐的是这个麻辣口味。这个是比较就是华人喜欢的。但是我们日本人也很喜欢，然后我是自己改良，然后自己加了很多东西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哦，好像来到麻辣火锅餐厅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吃吧？好吃啊。嗯，它有很用很多花椒，对，金花椒跟红花椒都两个都用到，然后还有麻辣花生、嗯，它的那个麻辣的味道是后面的时候越来越，对，哦，后面就麻辣麻辣的，对，后劲比较强。麻掉了，麻，你还要流口水。这附近是不是日本人耶？其实我跟你讲哦，这个，哦哟，好问题。其实附近是日本人的，住的日本人很多，但是我的客人真的九成是台湾。老实说，因为我很不喜欢在台湾，就是为了日本人做生意，那没有意义啊。因为我想要的是日本的文化传给台湾人，所以我的客人的90%都是台湾人。哦，所以艾莎，你听懂了吗？孟副厂的意思是说，日本人你不要来我店。喂，这个我变懂了。所以地点比较容易找的方式是民生浅柜旁边的小巷子，对，进去就到了。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？看我心情。不是，通常是5点到2点，半夜的2点。哦。刚好在旁边唱歌的人，对，吃宵夜。没有啦，因为本来想说之前是下午3点到12点，嗯，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都得没事12点下。没有那么早，没有那么早，你好熟，真的是开到2点，嘿。哦，礼拜一公休，礼拜一公休，今天是为了你们开的。今天是礼拜，刚好是礼拜一，谢谢你的帮忙。不会。就刚刚这个我的炸鸡，很好吃。哦，这个鸡肉很大一块耶，它里面没有那个酸黄瓜，这真的很好吃。好好吃。很多那个日本的曼扎鸡的店，有些地方是用鸡胸肉，我们是大肚。然后为什么家没有那个双方块？双方块的话，它的化学味太重。哦，这个就是妈妈的味道。哦，有，所以啊，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辛苦，因为像包括我的张雨莎，他们跟我说，老板怎么做？就大概这样。哦，再这样，是我没有说多少功课。对。是哎，很多就是妈妈每天都煮饭，她已经不是在听说哦几盘子，她就是用感觉去做。对。然后，所以我后来我决定要做那曼扎鸡的时候，就是请我的妈妈拍那个影片。嗯。然后就是妈妈一样哦，她可以呢。我说你，她说加。给他们听。所以呢，来这边的话呢，可以吃得到当地的章鱼烧，日本当地，而且它不是硬的，软的，是软的。
Mondoku 的味道，还有 Mondoku 妈妈的 Chicken Namba。没错。所以呢，大家想要吃日本美食的话，一定要来